还有胡巴味儿吧。那你看你聊猪爪子不得胡巴味儿吗？别的味儿呢？哎呀妈，这家可不小，今天来个大猪嘴。这家伙三猪腿，这个是属于猪肘子，猪肘子小腿儿，猪蹄儿，猪蹄儿啊，三个吗？这肘子那切几半啊？这就切三半呗，两到三半呗，这一个肘子，小腿儿，加大猪蹄子，这三猪的这装配饰，是吧？着了，着了没事，油这边撩开。嗯，这都这着那样，你别到那坑里。我这，哎，这咋这爪子都撩着了？一会儿这不撩着了，你这还是啥？你得用咔着完就行。泡一会儿，泡一会儿。这整完红这样的啊？那你看，焦黄，没有毛了，必须得这样式的。这边再来一刀，能好磕吗？好磕，这还啥玩意？你看这肉，嗯，啊，这肉的色系都不一样。这个不肥哈？不肥，肘子肉肥啥呀？你看这肉，这腱子肉所说的啊。嗯，这挺好。好嘞。啊，这炸的出来了哈。哎，你这玩意好。没冒气儿呢，这家。哼哼哼，冒气儿，这是技术啊，这可不是谁都能砸的。嗯，啊，这不就完活了吗？哎呀，哎呀妈！啥专业还、哎？你这就是，这你就得明白。真有劲。啊。这大米饭可不是白吃的，白吃的，那你白吃能行吗？啊，这不就妥了是吧？嗯，剩个小肘，剩个小肘就下回再吃。哎，来点料，来点料酒去去腥，来点生抽找找色。哎，老抽吧。啊，老抽啊，生抽来点，你老抽不能给生抽落下，他俩是。哥俩好，来点正常，齐齐正正。最关键的就来点盐，盐是主要的。好嘞，下水了。哎，好，开压。压多长时间？得掐点儿。二十分钟，然后搁这闷着。上气儿二十分钟。对对对。能熟吗？能，搁这闷着，这玩意主要就是闷。30分钟了，关火，关火，沟里闷的，一会儿晚上回来好吃。我妈、我爸他俩下午3点去摆摊去了，完了之后我在家发视频了，烀完肘子，我把火给关了，完我去找他们去，离挺远的，今天骑自行车去，不能开车，回来没有窝。请注意，其中运营区将自动关闭助力。哎呀，还有我妈呀！哎，那儿呢？你昨天就在这儿摆了？昨天搁那儿来着？啊，那门那儿了。那肘子压了30分钟吧？好了吧？30分钟，我也没打开盖儿啊。行，放着吧。啊，等我回来看。挂一会儿啊，又挪挪窝。哎。我这点玩意儿给我妈折腾心情。哎，上锻炼了。回家多吃点肉吗？多吃点肉。那散猪肉那啊老香了的。对。这肉不就算丢灯了吗？上回我们那灯就挂在上边了，完了丢了。前天。前天啊。去年没来。现在6:07。一会儿七点半呢，能等到7:30吗？不能，不能。7点差不多就回家。7点就回家。回家吃猪肉去，好吗？嗯。
这个我就驮回去了。走了吗？你走吧。110能刚过去。这回可好了，这个吃的。这肘子又不肥。这肥啥呀？这个是最好的。哇，这个老美了！妈呀，快来呀！尝尝能不能咬动啊？啊，那这还咬不动还完了？哎，那没准儿，你这牙不好。你一定这牙不好的。啊，我就怕是你再咬不动，那就没救了。这个是猪蹄儿。来，这个你看看，这又你造吧，这老香了。哎，烫手。大点块切了，大点行。嗯，这用蘸蒜酱吗？不用，这肉就卷啥呀？卷蒜片，吃点那个叫生的，就妥。这你看，我端的小盘，我妈端大盘。这还有俩。那骨头开饭，这一会儿我的事儿都。看，这小菜今天给你整的吗？咋样？我给你配的。嗯。一个茼蒿，一个生菜，花生、毛豆，算四个菜今天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俺们这个今天是2号哈，昨天那个买回来没吃，完了昨天有事儿我回来晚了，我妈他们摆摊去了，完了8点多钟才回来。今天战绩不咋好，今天整挺好，四个菜，两荤两素，开饭，大家国庆快乐哈！这个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，来吧，啊，整两句啊，整两句啊，你老爷子你不整两句？大家小家都好，都幸福，没事儿，国泰民安，是吧？对。猪爪子比大肘子烂乎，猪爪先捞出来了，要不然都压碎乎了都。嗯，不要，吃那嘎吱，没熟吗？碎乎，进球。快猪蹄儿，你再来一块吗？你搁那儿。你要这个大鸭吗？你不要。挠钱，这是前蹄吗？嗯，是。咬不动。挠钱，这个咬不动啊。嗯。不要，等我吃点肉的。哪个你能咬动吗？你爸没啃呢。我爸啃了。哪儿啊？这个带打五棒的这个。嗯，行。要软和肉。要挠蹄子那不行。我来个挠蹄子的，挠钱的。嗯，我得挠钱，你得挠钱，这不挠钱那可怎么干？我就是挠不动了啊！这啥油玩意儿增量？哎，这我妈真吃不了，这里有个大筋头。您我说那吃不了，嗯，吃不了。我吃就吃这样式的。我爸专门挑那硬的吃。咱们那边一般都是那个。给他嘎开卖，我要今天这人是那啥卖，两个卖的，头回看着啊。嗯。咱们家他不嘎，你让他嘎，他才嘎呀。人不嘎。你让他嘎，他又不嘎。嗯，让嘎就嘎，人这么卖。不谢给，谢给呢。咱们你们小时候过节那咱一分肉，上山那分肉啥的，买肉一人嘎3斤5斤的。就像你妈说的，练累的骨头在家用，一人来3斤5斤的，过节吃包了饺子闹个菜，那种生活也挺好。其实嗯，但吃的香，就平时捞不着肉吃。嗯，就过年吃，过节吃舍不得买。朋友说未来
你吃肉吃多胀肚啊，少买几斤。有的人呢，能吃那个愿意吃的好吃所的，那就买七斤八斤的。不愿意吃那不能吃，那细心人家买三斤二斤不得糊糊得了。反正买多斤都扣钱。那你就扣钱，又不给现金的话就吃呗，嗯，是不是？不要钱，不要钱就吃呗。记上，告诉秋那个，你这不是打给事儿对干活，你不也不挣现钱吗？完了呢，卖你给你的东西也不要现金，一年到头啥也捞不着，你就记上。哎，你就白吃饱白干活一天，那也不错，也有余工的，但是余工就是个数字。给钱，给钱。啊，给钱。嗯。你去了生产队一扣的，完到时候人余工闲了，人也分给你。卷锅肉，来个蒜片儿，烤肉吃法，再加点辣椒面、孜然面啥的。那好吧。嗯。哎呀，这吃法。一口肉一口蒜，嗯，1.5升，这家干锅大白熊，这我领看看看。哎妈，你的手不行吧？没事，我这手啥事没有，拿来吧。妈，冻着了，对，冻着了，这都没使劲，哎，完了，这咋整呢？这个啤酒都这样，你放气儿。哎妈，你放猛了，晃的。啥？刚才来回拿晃的。你擦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点。你小点缝整的，你才敢一会儿。跑跑气儿就好了。就跟放暖气水似的。那年我跟我爸放那个暖气水，那家伙。干啥可不一样，全冒样了。这么大的瓶子，你不能赶那个高那个什么，用的玻璃棒。来，整一口啊！来，嗯，跟大白熊一个味儿。那是那块好酱油，好酱油。这玩意得那啥，整碎了。不是整碎了，顺丝儿吃。你等。你顺丝儿吃都能咬到，你横丝儿吃咬费劲。你等你以后。你不懂。岁数大，牙不好了，给你整个绞肉机，搁那肉打成肉泥。哎，那吃就没味儿了，你吃不吃？那就是吃肉嘛，也是肉。拿着蒜，这俩吃多少了？满满一块儿。大肘子配蒜挺好，嗯，我说厨师长可会吃，我会二叔，你就是老太太告诉我的，你整点这整点那，我这啥也不会，你那啥呢？你都推出责任，推到老太太身上，那不是当官说的话，你要有啥？那犯法的事，你总管不太承认的，你往我身上赖。犯啥事？你要摆摊儿，成我贼溜了。那老太太让摆摊。那样我不去，他非得要去，你不去他不行。你看，没逮着呢，就说。嗯。没有，你过两天你上大连的时候给他整俩带。哎妈！给他整两个黑猪的。带啥？带人，这老远带啥？上那买？说那嘎上市场，到那嘎就买。我给徐老师也忽然走了吃。啊，给你大孙子安排伙食。往四阿整一个肘子，吃挺好。来吧，嗯，敬我妈一杯。敬我。敬我爸一杯。辛苦了哈，嗯，最近都辛苦了。哎呀。为了是女士是应该做呀，还是能谈到辛苦，你这压力山大呀，中了得了，啥辛苦啊，哎呀，
哎呀，得感谢人家这，人家净那啥玩意，太多了呗。没多少了。得感谢人这些个网友，这些个粉丝，对你这家就回不回复人也照样。你敬一个。我敬也行。行了，哎呀妈，我可只喝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爸爸呀。哎呀。哎呀。来，这些给你吧。妈呀。慢，行了行了，不是一会儿冒样了，哎呀，正好就一大瓶子，福根儿，一点七升今天，我就敬我爸敬我妈，敬大家，那个最近吧，就是特别忙，完了之后早出晚归一天。大家的评论呢，完之后有的时候和私信，就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回复了，但是每条都看了，天天从上往下一直捋到头，给大家点赞啥的，完了之后大家多包涵哈，等过了十一就好了，过了十一还能认真的干。敬大家一杯。敬这些，我的干了，奥妈，我的干了，把你折我点啊，别没有了，我可喝不了，来吧，大爸你别干，奥爸。我再两口。哎呀，真干了！咱必须得干。我就给你倒点儿。哎呀，倒这些呢？我这喝不了。对，我这一路走来，确实是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没有大家支持，我这是走不到今天。该咋是咋的，人家这些个，包括我哥也是，这些个粉丝，你说你有点啥事儿，告诉你这个招那个招，你看，你都得给你支招，不管人家那个那啥玩意，都得跟你说的这么整那么整的，哎呀，我都看到都挺感动，该咋是咋的，这些粉丝没有一个就是说。每说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，不让你吃多了啊，怕你胖啊，让你减肥呀、找对象啊，这些话这该咋是咋的，我都感到挺感动。你感动周了吗？周了。来。干杯。谢谢大家。得乖。乖。个大力支持。这该咋是咋的，这小胖。这帮粉丝对的是真挺好。哎呀，哪天都能哪天你也有你的粉吧？对，我的粉丝，对，喜欢我家总监的，喜欢我家厨师长的也有。哎呀，喜欢我的孩子，这当说起来了，就是喜欢我。那就是那啥了。我说你不能回东北，你回东北干啥去？你说这帮大家还惦记你，是不是？是干杯。整挺好，今天一个大猪嘴，大家不错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！祝福我们的祖国，繁荣昌盛，我把词儿硬，繁荣昌盛，那个吧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富强民主，团结友爱，繁荣昌盛，是吧？国泰民安。哎，这词儿行吗？这还有啥词儿？赶紧整。没啥词儿，就是感谢这个广大粉丝对咱们的支持。